偏正头风有两般，有无痰饮细推观。若然痰饮风迟刺，倘无痰饮何古安？口眼歪斜最可接，地苍庙穴连颊车。歪左泻右医师正，歪右泻左莫令邪。不闻香臭从何至，迎香两穴可堪攻。先补后泻分明效，一针未出气先通。耳聋气闭痛难言，须刺医风穴使全。意志向上生裸力，下针泄动即安然。耳聋之症不闻声，痛痒蝉鸣不快情，红肿生疮须用泻，宜从听会用针行。偶尔失音言语难，哑门一穴两筋间，若知浅针莫深刺，言语音和照旧安。眉间疼痛苦难当，攒竹炎皮刺不防，若是眼昏皆可治，更真头为即安康。眉间疼痛苦难当，攒竹炎皮刺不防，若是眼昏皆可治，更真头为即安康。两经红肿痛难熬，怕日休明心自焦。只刺睛明鱼尾穴，太阳出血自然消。